家好，欢迎嚟到今朝游走8月2023年啊！咁首先咧喺节目开始之前，继续啦，要卖广告。可能大家有所不知，我哋梁锦祥工作室咧而家开咗2台啦。咁大家可能有听咧，我另外一个 live 嘅长节目啦，喺礼拜二晚出街嘅嗰个叫做《大笨象旁的猫》。咁如果之前就喺油台度直播啦，咁而家个节目咧已经搬咗去梁锦祥工作室2台，二咧系阿拉斯八数字嘅二。咁大家如果未 subscribe 就快啲 subscribe 啦，因为我哋要够1000人先可以开通呢一个收费功能，同埋都令到 YouTube咧会多啲帮我哋推播，同埋亦都最紧要开2台嘅原因，大家都好清楚啦。因为喺呢一个资讯审查嘅年代，一台咧我哋讲啲嘢咧，大家都知道又唔系好踩界嘅，咁但大家都知道 YouTube 佢哋啲奇怪嘅呢个审视模式噶啦，咁所以2台咧系一个后备台。咁万一大家发现，咦，点解冇咗一？点解梁锦祥工作室个台冇节目出嘅？咁大家就可以揿去2台睇下，系咪原来啲嘢搬咗去2台，我哋1台出咗事咧？咁所以大家记得要订阅啦。2台都要撳鐘仔啦，而且都同啲朋友講啦，你可以喺你嘅社交媒體度 share 啦，或者自己喺你嘅群組入邊公開翻，我哋有埋梁錦祥工作室2台啦，記住阿拉伯數字二，而家咧就已經可以公開 search 到啦。咁我另外嗰個大笨象旁的貓嘅直播節目咧，已經做咗41個月噶啦，咁希望快啲去到1000人啦。好，咁今日咧就成全翻。在講呢個今日節目內容之前咧，就講一講啦，就係將會講呢一個都係秉承翻呢排我哋由歷史開始搬咗去關於酒精同埋人類呢個宣傳學啊嘅呢一個關係。今集就講啲現代嘢，不過講之前咧，其實我都相信咧，大家都好想聽一聽呢排講到輕輕含含，永遠都唔完嘅一個比較有啲沉嘅開始嘅題目啦，就係呢個香港搞夜市。咁我就好簡潔咁樣回應大家。之前有位網友咧，我都見到，佢一個好精警嘅留言，佢就講一句：唔使驚，政府搞親嘅嘢咧，全部都搞唔掂，所以起碼就唔會驚佢哋搶咗酒吧生意啦。亦都唔驚，可能就會俾啲所謂佢哋可能啲親朋戚友、大財團、藍絲 group 搶曬啲生意，因為大家睇下。嗰個咁嘅開心香港美食節，同埋睇一睇之前政府另外一班政府嘅人搞嘅 S20 嗰個咁樣嘅潑水 party disco party 咧，都因為唔係做開即一般政府以前一啲其實政府有分嘅，佢包括旅發局，我都要講多次，雖然都係政府部門，但旅發局咧喺做呢一啲遊客啊、餐飲夜生活啦嘅宣傳度啦，夜生活個字係咪潮好多嘢咩事啊？嘅宣傳上面咧，旅發局係做得好嘅。咁好明顯，你睇到有啲咩係旅發局嘅手影，有啲咩冇咧？就譬如搞衰咗嗰啲，就係冇旅發局嘅手影噶啦。或者可能換咗第二班人做。咁而家你見到出嚟講咧，嗰啲都係一啲前所未見過嘅人士啦。我哋都冇收過一啲以前傳統上呢啲政府搞嘅公營機構搞嘅 event 嘅嘢，我哋都收唔到咧。我都相信佢哋都係一啲叫做政府內邊嘅行外人，或者一啲唔關事人搞嘅。咁我都好有信心，都搞唔掂噶啦。咁就奉勸各位行家老友，如果見到有錢派有啲嘢可以舐下，咁就當然要照舐啦。錢係大家噶嘛，本身咁，但係你話擔唔擔心？唔擔心，因為都唔會搞得成。可能大家見到有第一個廟街夜市樓盤項目咧，都唔好買樓啦。不過對嗰句係啦，咁就大家拭目以待啦。呢個就我嘅回應啫。好啦，我哋今日就講啲咧更加有趣嘅題目啦，就唔好講政府呢啲咁多人講嘅 topic 啦。今日咧，我哋就大家記得上一集就講咗呢一個希特拉嘅當年如何使用啤酒啦，去建立一個佢哋嘅民族主義嘅形象嚟作為一個宣傳。咁其實不嬲咧，去到現代啦，我相信大家都同意美國咧，從來都係賣廣告之國嚟嘅，除咗其他嘢之外，因為佢哋乜嘢廣告都賣得啦，係佢地球上唯一一個其中少數可以俾藥廠真係賣廣告嘅地方啦，亦都譬如煙草，佢哋之前嘅都係佢哋呢個煙草成個大外宣 package， 我都喺大笨象旁的貓有輕輕提過。咁就今集咧就啱啱好喎，原來我發現咗咧有一個最新嘅賣廣告模式，好咁啱地咧，竟然係一間啤酒公司，咗個美國啤酒公司，可能香港人出名啲嘅有百威啦。咁之前佢哋都失敗過啦，就係早前我同台長都講過，就係呢個百威佢哋嗰時早一個月啦，呢個 Prime Month 彩虹驕傲月咧，就佢哋玩過咗火啦，叫做就支持就係超重量嚟揾咗啲叫做 transgender 嘅人士嚟賣廣告，又反效果。
因為始終啤酒啊，特別呢啲係可能啲個形象都係鬼佬啊、白人啊、大隻佬會支持嘅品牌。咁呢一啲咁嘅人咧，其實喺美國咧叫做 white supremacy 啊，即係呢啲其實係一啲叫做傳統美國大隻鬼佬白人男人。其實反而呢啲係右翼人士嚟嘅，咁偏偏百威竟然就佢可能想侵一侵左派呢一啲所謂嘅叫做支持性別平權或者變性人平權或者超權嘅呢一個嗰下嘅呢個叫做運動，但係咁佢就買錯邊啦，好明顯就俾人杯葛。咁今次咧就呢間啤酒公司咧就啱啱就食翻百威一個空缺。點解咁講呢？原來呢單新聞咧，我啱啱睇翻都有啲耐啊，因為原來兩年前喺 Super Bowl 喺佢哋超級碗嘅時候就已經出嚟嘅。咁當時兩年前發生咩事呢？當然就係疫情啦。咁當然都嗰時啲變性人平權啲嘢都冇講得咁輕輕含含嘅，但係當時都係因為百威嘅一個一步啊，做咗一步棋，但係佢當時就話唔賣 Super Bowl， 因為大家都知道超級碗咧同美國嘅每年嘅 Black Friday 一樣啦，都係個超級賣廣告啊，好 commercial 嘅年代嘅日子嚟。咁百威又懶型咁樣就話我哋賣啤酒都唔賣呢個籃球賽廣告啦，佢就竟然就自己就話將啲錢捐去。俾啲所謂嘅疫情嘅受害家屬嗰啲諸如此類嘅基金啦，咁所以咧呢一間第二間啦 ，Coxlight 香港人可能而家就冇咁興啦。以前我入行就喺香港好多啲 sports bar 即係運動會播波嘅 bar 或者多啤酒選擇嘅酒吧咧，其實都會有 Coxlight 賣，咁而家就更加少啦。咁佢哋都開始有啲 rebranding， 可能有啲啤酒名有個 Cox T O R S 啊。其實嗰啲都係呢一間美國都幾耐歷史，同埋都其實喺佢哋嚟講都係個傳統品牌嘅啤酒品牌。佢又宣布咗咧，佢又喺霍士新聞有單報導嘅。咁咧嗱，題目我講起，我讀一讀正題係咩，我就話知佢暗揀講啲咩。正題啊 ，Coxlight didn't buy a Super Bowl ad. It wants into your dreams instead。東方嘢嚟，好押韻啦都。咁樣咧，佢就話原來因為當年搞緊超級碗，就好多人都會 focus， 就算你落廣告俾錢呢個行動，已經有些人報新聞，可能你賣幾錢廣告啊，買咩廣告啊，咁已經你賣廣告呢個行動，未睇到廣告之前，已經有報紙會同你賣廣告嘅，即係例如呢篇。咁所以呢一個咧，佢就點解咁突出呢？因為佢就話竟然另外一間美國好大嘅啤酒廠都唔賣超級碗廣告喎，佢就賣咗另一種廣告，咁都係其實呢個都係已係個廣告嚟噶，咁所以咧就呢、這個首先呢一個要，咁之後而家而主流媒體好興嘅扮唔係提你個牌子，其實都 at the end 都係已經間接地宣傳咗啦。咁啊講咩咧？其實 Coxlight 咧就有一個宣傳行動，就係話你有個 QR code scan 咗，當時喺 YouTube 咧就有一段 short reel， 即係佢抄 IG 嗰個 reel 嗰個部分啦，有個91秒嘅短片。咁啊，你睇完，我哋咧有一齊，我哋佢話約埋一齊喺某一場比賽嘅前一晚去睇，跟住然之後咧就嗰條片大概有91秒啦，咁樣咧佢就會去到嗰條廣告度睇，睇完嗰個91秒嘅短片，佢就聲稱咧就會第一件事就係你 scan 咗 QR code， 你可以免費攞到一打12支細支裝嘅Coxlight 作為贈品啦。咁就引你哋去睇啦。第二件事就係話，就會認為佢哋根據有啲科學研究，我轉頭先講，就話你睇完嗰條片咧，就希望令到你咧可以發到個夢。個夢咧就係關於一啲Coxlight 好正面嘅一啲，可能係啲青山綠水啊、清新噴泉啊咁樣嘅廣告。然後你喺度飲緊 Coxlight， 或者佢會牽到佢嗰個品牌，咁從而令你第二日去睇超級碗嘅時候咧，就會幫襯 Coxlight 買啦。咁佢又好偉大嘅喎，講到話點解我哋唔直接抌錢喺 Coxlight 度落廣告咧？唔係喺 Super Bowl 入邊落 Coxlight 廣告咧？佢就話因為我覺得咧作為一場球賽，大家應該 focus 佢哋個 marketing director 講嘅，佢就 quote 佢話我覺得咧作為一間啤酒公司同埋作為一個大家都熱愛呢項運動嘅人咧，呢一種廣告咧多數永遠都係啲轉場嘅時間啦，甚至可能比賽進行期間都好啦，就會有啲可能好搶眼嘅字啊，或者有啲好嘈嘅廣告啊。不斷重複，佢話覺得反而咁就會騷擾大家睇波，同埋反而咁樣就唔尊重個球賽啦，亦都咁樣亦都唔係一個咁好。我反而我覺得我哋可以有個温柔啲啦，又親切啲、貼身啲嘅方式去賣廣告，就喺呢個夢入邊。呢個係佢哋嗰個佢哋 claim 嘅 intention 啦。
嗱，咁大家就我唔知各位有冇發過夢啦，咁大家記唔記得自己發咩夢啦？呢個好因人而異嘅。咁有聽開我講節目咧，有時平時滲一滲，無論呢一個節目又好，其他節目都好咧，都講過我係一個好發夢嘅人嚟嘅。的而且確咧，我大家聽翻前一集嘅大笨象啦，我都講過發夢的而且確係可以有叫做特別喺心理上嚟講啊，或者整個人嗰、那個諗嘢、情緒上係有。自我治療的作用的，如果你懂發夢的話，甚至你可以嘗試自我醫自己，或者有很多不同的精神學家啦、心理學家啦，都嘗試用一些譬如可以是直接干擾，譬如可能做一個年代的精神學家，可能真的會有些就黏線到真的會拿電來電你的腦，可能搞亂，有些温柔的現代版可能會用一些輕輕的電流，或者帶那些腦包住那些機器，你就測試人來看什麼發什麼夢，甚至嘗試影響發夢。咁的而且確咧，其實雖得喺主流媒體成日都話無論係人造夢啦，或者無論係呢一個叫做話發夢可以醫病，都係一個好有啲人話甚至話係 pseudo science 啊，有啲人話就係有啲人話就好有爭議性嘅題目啦。咁但係其實咧，當而家終於出咗大街啦，今兩年前嘅去到。依一刻你去一間咁大嘅美國公司宣傳正式地啦，冇人啦，仲要冇反向聲音話佢哋係陰謀論啊，有陰謀啦。呢一件事就已經證明咗咧，一間咁咁揾錢咁正常一間大嘅美國揾錢嘅私人公司，可以咁樣大大聲咁同人講話喂。我哋而家就決定咗啦，邀請你一起發夢，我哋將會夢遊賣廣告。咁我相信佢哋因為最主要就係佢哋。之前很明顯地已經有做過，真係做過實驗啦，甚至暗揀地有做過實驗，大家可能不知啦，冇公開啦，而家就可以攞嚟賣啦，攞嚟用啦嘅時候咧，就證明發夢呢個技術已經發夢賣廣告或者入侵你個夢啊，佢哋真係叫做 incubate your dream 啊，同埋 叫做 intrusive marketing， 即係呢個叫做入侵性市場學。大外宣，咁就證明成壇嘢又成熟咗咯，就同我哋之前啲吉吉一樣啦，或者同以前賣廣告嗰時啲人冇人知道睇電視係會洗腦，或者到好後期就已經唔係公開嘅秘密一樣。咁就大家第一件事看住個夢啦，我哋亦都可以由呢一單新聞開始咧睇翻入少少究竟佢做過啲乜嘢，同埋點解會去到呢、這、一個究竟點解會哇要可以邀請到你發夢咁犀利？成件事就咁樣嘅，佢就講咗啦，佢哋邀請咗咧，有一個叫做Big Game Stream 一個 YouTube 佢哋一個為咗成個呢個 campaign 去開嘅一個網站啦 ，Crossite。咁樣咧，佢有做 Super Bowl 嘅短片啦。大家如果上網揾要上翻 Wayback Machine 係用翻 Archive Option 喺度嘅，因為下咗架，咁但係都仲喺度，想睇係睇到嘅。咁啊，就係啦，佢就話睇一條91秒嘅短片，咁樣咧，佢哋就會約埋，仲要係睇嗰場比賽前晚一齊睇，佢就做一個叫巨型嘅社會實驗，兼且做市場學啦。佢都當然有入網站咧，有啲嗰啲我同意乜乜乜乜乜乜嗰啲就要你 tick 曬噶啦。咁就即係有意賺去嗰12支啤酒嘅人咧，都免費做咗白老鼠嘅，可以咁講。咁呢一個實驗背後嗰個主人咧，就係、是、一個嚟自哈佛嘅 psychology 嘅 professor， 叫做 Dearest Barrett 啊，巴勒教授啦，叫做。咁巴勒教授咧，咁佢就喺哈佛嘅 psychiatry 精神病學部入邊咧，就做巴勒教授嘅。好好謙可佢哋咧，佢出過一本書，就喺2021年已經出噶啦，叫做 Pandemic Dreams。佢但係我唔知佢發現咗啊，定其實有事先啦。總之咧，嗰本書講咧就係話佢從一個現象，就係話因為一個全球性嘅大災難啦，人類嘅悲劇啦，咁就一個咁樣嘅疫情，佢發現咗喺唔同嘅時區啦、唔同嘅國家啦、唔同階層嘅人咧，都會可能會發同一種夢。其實嚟認真嘅就我就覺得好 normal 嘅呢件事，咁佢就煞有介事咁出本書，又做個 study， 咁發咩夢？當然就發一啲關於疫情嘅夢啦。咁其實呢一點我都係今日即係睇即係呢早排做資料搜集先知有呢本書同埋呢位教授我聽過噶 ，Dr. Barrett 阿伯咩 Barrett 伯，我叫我改咗咩 Barrett 伯特教授係咪伯特教授啦？冇叫伯威教授咁咪 course like。咁樣咧，阿巴達係巴達教授，所以係啦。咁樣咧就
因為我都話我覺得之前我都可以重複一次講嘅，就係、是、大家都知道我對成壇疫情嘅睇法啦。無論原因係或者大家睇法如何都好，個結果就係、是、咧，喺地球上所有每一個人恐怖到除咗南極洲冇人之外咧，基本上你所有每一個州啦，你九年之後啦，或者七年之後，你求其捉一個可能已經係當七年係咪十七歲啦，好冇？即係嗰陣時已經有十歲八歲啦，而家嘅人，你問一個問題。2020年，你記得啲乜嘢？成個地球有冇一個地方咧？你走去問十年之後，佢都答到你話就係呢壇嘢。咁呢一個係一個即係講少神秘學嘢，或者一個叫做我哋叫做有大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啊，即係大眾潛意識係一股能量嚟啊嘛。因為已經有科學家有啲儀器類似測地震儀，但佢係測啲高啲嘅，同啲腦電波一樣嘅 level 嘅嘢，佢就量過，譬如911啦。譬如疫情嗰個未出報告喎，唔知得呢啲咁大咁全球性，因為911都係一個全球電視廣播嘅節目嚟噶嘛，直播冧樓嘛。佢就話嗰一刻咧，嗰條即係可能全部都係好多唔同嘅 noise 啊，就係嗰一刻係會synchronize 咗嘅嗰個度到嗰啲波係明顯地喺科學上有意義地係會 synchronize 咗嘅，多呢啲大事件發生。咁咧，當成個地球嘅人 synchronize 咗年鳩幾兩年啦，起碼咁。我覺得佢哋係冇諗過呢個後果，但係有啦，原來有，起碼有個教授，仲要佢哋嗰邊嘅人就都有睇到，原來係啦，呢一個你唔知道個結果係咩，可能有個正義啲嘅詞出嚟就話，原來人類嘅意識真係可以合埋，都唔出奇。但起碼而家有一個佢哋呢邊幫手賣廣告嘅教授咧，就睇到呢件事。咁佢哋都已經都講得幾白噶啦，佢就話嗱，佢先就話就睇事前賣呢個大嘅廣告之前咧，佢就話就。有揾啲真係志願者俾我俾錢就去，真係事前再睇咗先，就發夢又帶住嗰啲發夢器啦。因為而家其實科學家研究人發夢咧，就揾啲好似我啲咁嘅人，識發清醒夢嘅人，咁就去帶嗰啲叫做腦掃描器瞓覺嘅。咁俾色腦咧好簡單啦，你知自己入咗夢，控到夢啦，我哋叫控制到夢啦。因為唯一一樣嘢你瞓覺發夢嘅時候識得喐係眼球嘛。就話如果你控到夢嗰下，你就隻眼球左右可能三次，咁呢啲係好唔 natural 嘅嘢嚟嘅。咁佢就 assume 你係控咗夢，即係你可以同個科學家溝通，咁佢就開始 record 你做緊啲乜嘢。咁有好多個咧都話啊、哦，即係佢嗰條片係啲青山綠水飲啤酒啊，好開心嗰啲人露營咁樣嗰啲嘢啦。所以我唔建議大家睇啊，係大約係咁樣嘅啫。咁有啲人就話、哦、我見到好似見到啲温泉啊、瀑布啊。或者見到嗰啲咧，同我睇佢有幾點啊，同埋咧見到嗰啲呢一個關於可以飲嘢 refreshing 嘅，佢哋叫做即係好清新嘅夢。到最後佢哋中咗嗰個叫做中咗 partner， 有個女人，我覺得即係佢哋會發到開口夢添啊，勁啊我有意識地發開口夢。佢話我覺得應該好似同個品牌有關，咁就係一件。就我哋覺得hit 中咗啦，呢件事 work 嘅，所以佢就咁就喺呢一個用 Costlight 呢個啤酒喺美國超級碗度咧就開始嘗試第一次賣廣告。咁嗱，其實我覺得成件事好 controversial 嘅啦。佢呢個如果你話事前做嘅帶曬腦掃描器嘅呢一個係一個叫做即係科學嘅 study 啦，你真係有做正式做實驗啦。咁但係其實你要計埋，譬如啦，由呢個廣告。講到我今日，譬如你今日聽完我做節目咧，會唔會你發夢都發緊個啤酒廣告嘅夢咧？即使可能你冇睇過嗰條片都好啦，因為始終發夢嘅嘢你會反映翻你日頭嘅事啦。譬如你又去攞咗一壇免費嘅 Costlight 翻屋企，就睇咗條片，咁你都飲咗，又已經飲過，你又記得睇嗰條片先走去瞓覺。咁究竟其實係因為真係有條片 work 啊，定根本成個 package 都係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大外宣 package 咧？咁我都係咁都係藉住呢單報導啦，同大家即係嚟講下呢啲又係咁啱喺個啤酒品牌做嘅廣告，而且佢往往地呢啲即係酒精 at the end 咧，的而且確係有個 holism 啦，係會有如果飲得太多係會成癮嘅。咁一往往呢啲大外宣嘢咧，譬如我啱啱上集講嘅斯特拉嘅啤酒愛國主義啦，到呢一啲咁新穎嘅一啲，譬如發夢係一個真係入侵性嘅一個廣告嚟噶嘛，咁唔係個個人記得夢嘅。咁究竟點解？譬如你點解你唔買 M 巾？點解你唔買衫？點解你一嚟試仲要咁大壇嘢喺超級碗度又係攞啤酒呢啲嘢嚟試咧？我覺得就係一個可圈可點嘅一個題目嚟嘅。咁所以我就想冇啊，不過都係呢個節目，大家都係聽我報下啲特別嘅新聞，同埋講有關酒嘅事。
咁當然啦，飲酒我哋都成日講 drink responsibly 啊，負責任地飲酒啦，酒後欣賞嘅，咁我覺得就唔應該攞嚟做工具啦。咁公司絕對有佢哋嘅權利去賣廣告，咁就係多一個賣廣告嘅方式，係咪值得質疑咧？咁如果個廣告係一個八歲嘅僆仔睇咗啦，可能阿爸喺度睇緊，佢唔同佢後邊玩緊 LEGO 裝到，咁點算咧？咁佢會想飲啤酒咧？即係呢一啲係好多。呢一種咁嘅報道冇提嘅嘢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就暫時呢件事未變咗話有陰謀論啊，未有人話真係好好人打擊嘅，咁就趁喺呢壇嘢再上多啲水，就開始可能我哋用啲質疑性嘅角度去思考個問題嘅人，俾人話係陰謀論人家之前咧，嗱我講咗先啦，係咪先？我想大家思考一下究竟如果你有幸可以係。識得發夢啦，或者甚至你記到夢嘅人咧，我諗大家開始除咗要睇住自己個手提電話啦、信用卡啦、網上銀行之外咧，大家要睇住埋自己啲夢啦，咁就可能先可以，喺呢一咁入侵性嘅年代，就唯有大家聽到啲我哋啲節目啦，支持一下我哋啦，咁就可以學知道咗啲一手更快更新嘅資訊。咁啦，好啦，今節咧就完啦。下一節咧當然就會襯翻大家啦，就襯翻大家聽到呢一節嘅節目啦，講一個關於啤酒嘅 cocktail， 咁都同大家講一啲養生 cocktail 啦。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嚟，我啲 cocktail 都好養生嘅，包括嗱前一集講代糖，其實我有好幾杯 cocktail 咧都係唔用砂糖整嘅，反而係用一啲天然嘅糖分或者天然嘅酸度，即係唔好用酸度調節劑啦，嗰啲叫做即係嗰啲係 artificial 嘢啦，檸檬酸，不如用下醋啦。諸如此類就可以整一杯簡單得嚟又可以解渴啲啦，而且養生少少啦嘅 cocktail， 咁你好飲啲，慢慢 dab， 咁就唔會飲咁多咯，係咪？我哋下次翻嚟再見。梁錦祥工作室。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